高雄县凤山捷运站附近昨天下午有一场这样的赛车耍尾的表演哦，来自了北中南有12位好手，他们竞速赛车，其中一位选手在去年的世界漂移锦标赛当中还得到了冠军，为台争光。而民众呢，不只能够一睹选手这甩尾的特技，而且还能够亲自坐上车哦，来体验甩尾的快感。甩尾，赛车选手竞速狂飙，不像般赛车冒白烟，车子冒出红色的胎烟，全台唯一一辆。而这辆白绿色比赛车，选手在去年大陆的世界漂移锦标赛夺下冠军，为台争光。要有决心去努力，然后去学习这一项的运动。用眼睛看人甩尾不过瘾，胆子大的民众坐上赛车直接体验。冒冷汗的，吓死我了！还好车手气色很好，我眼睛都闭着。哦，你眼睛都闭着哦。吓死我了！就是很紧张，只有紧张，头脑里还是紧张。体验赛车甩尾，民众吓到腿软。来自全台12位选手齐聚一堂，相互较劲，表演高难度的花式甩尾，让民众大饱眼福。中立新闻梁家文、许琼文高雄报道。